非常的开心，然后 energy 很荣幸，第一次就能够来到大巨蛋为大家演出。对，谢谢中信兄弟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因为在这两天，其实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，然后也令人很感伤的一个地震。对，那现在在这个现场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救难英雄也正在救援，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些灾后的这些家属，他们的心灵也需要很多的抚慰。那我们很开心今天然后能够在大巨蛋这么棒的一个场地，然后在这样的主场能够把我们 energy 满满的能量的表演能够带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正能量，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好吗？加油，一二三，加油！我鼓起勇气决定在一个时间交涉，让不听命运的人回头守护最初的清澈，熬过了幸福最快速的路线，虽然我不能解释，但时间终于会证明一切 baby， 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，闪过心里最后的画面，是蓝天里的你，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渴望一直守护一个人的感觉，让我邀请你一起去看一看永远。